爸爸，那是什么呀？女儿啊，那树上结的是柿子。柿子？对，长得像橘子是吧？爸爸，哎，我最爱吃柿子了。你手里不有一个吗？吃吧，小点口吃啊。那柿子汁啊，崩到衣服上不好洗。嗯，你给爸省点衣服哦。爸爸，那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姑娘啊，这是柿子。柿子？对呀，你不最爱吃柿子吗？嗯，多吃点啊。嗯，你瞅你都瘦啥样了？吃吧。爸爸，哎，你给我讲个故事呗。好嘞，爸爸呀，最喜欢给女儿讲故事了。嗯。说从前呐，有一对父女俩，就像咱们爷俩一样。啊！你告诉爸爸，我是谁呀？你是，你自己知道你是谁。那我能不知道吗？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闺女。你告诉爸爸，今年你多大岁数了？我今年，我不告诉你。你不告诉爸爸也知道。爸爸，嗯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是柿子。对，爸爸故事讲到哪儿了？啊，讲到从前有一对父女俩。对，从前呢有一对父女俩，女儿的爸爸叫柿子。啊，对，爸爸叫柿子。爸爸叫柿子，是柿子爸爸呀。对，柿子爸爸。姑娘，你看这个柿子圆圆的，像不像一颗爱心呢？像。像啊。嗯，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，团团圆圆象征着吉祥如意。来，跟爸爸一起念它的名字。嗯，柿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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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柿子，大柿子，柿子，柿子。哎呀，看我大姑娘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柿子。柿子，真聪明，才教五十遍就记住了。爸爸，那你看，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柿子。那你再看，这是什么呀？柿子。那你再看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柿子。这是什么呀？柿子。柿子，姑娘，哦，好好吃，吃柿子，嗯嗯嗯，柿子，柿子，大柿子，大柿子，来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干嘛？讲故事？讲什么故事？您没看我现在忙着呢吗？再说了吧，就你那故事，你翻过来调过去的讲，一年到头一天到晚讲个没完没了，那我听的耳朵都讲茧子了。从前呐，哎呦，您就别从前从前的了，人一生不是说了吗，你身子虚弱需要多休息，你说你讲故事这功夫你回屋睡一觉多好啊。有一对父女俩，有一对父女俩，就像咱俩一样。我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你说我是谁呀？你自己知道。我自己可不知道吗？我要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不就跟你一样了吗？老糊涂了都。哎，爸，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我不告诉你。还不告诉我？那我也能猜出来。也爸，你今年73了吧？啊？你咋又不说话？这一会儿糊涂，一会儿明白的。那，哎，是什么呢？什么玩意儿是什么呀？这树上结的呀？哎呀妈，这老头真有意思。这树上结的不是柿子吗？干啥想吃啊？这不都给你洗好了一盘了吗？给，抱着吃啊，小点口吃啊。
你到时候那个枝在整衣服上了，可不好洗。这是什么呢？怎么又这是什么呢？不告诉你是柿子柿子了吗？还不够。哎，来来来，再给你俩。爸，你干啥呢？哎，爸，你可真有意思，你吵吵半天要柿子，完了我给你了，你也不吃，你往衣服里揣啥呀？哎呀，爸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这一天到晚上班那么累，我这回家洗衣服做饭呢，你这干啥呢你呀？你这，你到时候整的衣服里都是枝子，多难洗呀！你给我拿出来，你别碰，拿出来，别碰，你拿出来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给我拿出来，挂耳朵。别想我，求你了，这是我姑娘最爱吃给我姑娘留的。我那可爱的女儿啊，坐在树底下，小手指着柿子说，爸爸，那是什么呀？我说女儿，那是什么呀？柿子象征着团团圆圆，像一颗爱心。